那就是多了一个输入的文字方块哦，还有一个输出的评语，然后按确定。那其他的大致上都相同，只是说我在上面会多做一个防呆的机制。所谓的防呆，就是说防止使用者没有输入哦，然后就直接指。那如果没有输入，不会造成错误。所以我如果为了避免那个错误发生的话，我可以在这个前方哈，多增加一个，就是如果它里面是空的，哎。第一个空的不行，第二个空的也不行，所以第一个，这应该是二才对哦。第一个或第二个，这个是 test box 一，test box 二，里面如果是空的话，那我就跳出一个讯息跟他讲说啊，请输入那个身高或体重其中一个，应该没有输入，然后游标再把它放回到那个什么呢？test box 一里面啊。后面我有多用一个方法叫 set focus，所以 set focus 其实有点像把游标放上去的意思，set focus，OK。然后最后的话，后面加一个 is sub，所谓的 is sub 就从这边底下就不要执行了。好，如果你没有加这一行的话，它变成底下还会继续执行。那这个有点 is sub 有点像那个、哦、我们 Python 里面的那个 os 点 exist，其实蛮像的哦。status 刮五零嘛，那个之前有写过类似，有没有？有印象嘛？哈、哦，那个部分的话呢，哈、哦，就是类似 is sub，那主要是防止，虽然我叫防呆了，防呆就是说。只要你想得到的可能使用者会造成的错误，那你就先预先预防一下啊。这个其实就比较又比那个程式里面哈、哦，可能多一些自动，除了自动化之外，可能还有智慧化，就是你要让程式变聪明一点啊、哦。那其他的话呢，还有就是底下像什么那个车资的判断啦、啊、等等的、啊。不过底下哦，请各位就是自行再把它转换一下。哦，那底下我有一些参考，不过有一些是没有参考的，那就请各位哈、哦、自行，因为比较简单的话，就请各位自行再把它完成。啊，另外的话，Python 里面的那个什么证照题了哈、哦，或者你也可以，假设有时间，你也可以想想看，如果在 Python 这样用，那在 VBA 里面怎么用？好、哦，你可以把它转换一下哈、哦，那方法大同小异。那99乘法表部分的话，我们之前有做过，哦、而且。有讲过用那个 column 跟 row 哈，只是说那个函数你要够熟悉哈。那再来就是用那个 for 回圈哈，跑出那个99乘法表，应该有印象吧？啊，如果没有印象的话，我刚好看了一下，我记得好像有曾经有讲过，所以我把那个我们论坛里面的第三次上课里面啊有提到那个将那个啊就是 VBA 的 for 那个啊输出这边好像有讲到改为。用 VBA 来输出，好像我这边记得有用那个，VBA 来写，这应该有吧？最后好像只有写五行程式其实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说你要把那个99乘法表做出来的话，基本上呢，当然第一个你可以用什么？用那个就是 column 跟 row 啊，所以这 column，不是 columns 啊，你可以用 column 取得什么呢？用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column 函数啊，然后呢配合什么呢？配合那个。假设我今天希望在这边串一个哦，and 哦，串接一个什么呢？一个乘的符号，然后再串接后面的话呢，再加上那个 row 函数。那如果你是第二次使用的话，用前面这边哈，参照里面的话 row 函数。那这个 row 函数的话呢，就带过来之后哈，它就抓到你目前所在的栏跟列，那后面再串一个等号，好，把这个等号加上去哦。然后 and 等号，然后再 and 什么呢？最后他们两个相乘的结果，那就是把 row column 乘上 row 的结果，把它写在后面。那这边的话，把这个我希望把它贴上，加个乘号，打个勾哈，那就向右、向下这个99乘法表，哎，就出现。那如果说今天假如不是用那个，用函数来做的话。你也可以写个 VBA，那写 VBA 的话呢，基本上哈，第一个一样，在模组里面呢插入一个99乘法表，那这个99乘法表的话哈，那我前面讲过哦，就是说这边呢一样哦，在 VBA 里面是用 for，它不是用 range，那我的习惯呢是 for i 等于1到 9，i 指的列哦，你就把1到9。Next，好，然后再来的话，里面放一个 J 指的是栏。OK，那我的习惯是把这边哦，再复制一个吧，哈，然后再把它上面贴这样，然后这边就按一个 Tab。
这边把它改成 J，J 指的是栏，一列到第九列，第一栏到第九栏，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刚刚的 sales 刮胡哪一列呢？第 I 列，第 J 栏。那这个地方哦，其实如果说假设你用 range 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比较行不通，因为 range 里面要是什么呢？用一个字串，那字串的话呢，它可能就是 A B C，然后完蛋了，那你这个数字，所以呢，sales 多半哦会是在那个就是回圈里面使用，那等于什么呢？等于就是那一串，所以其实就把刚刚 colon 跟 row 的概念把它加上去，J 好，J 就 colon and 串接的东西。那串接一个乘号好了哈，那另外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VBA 里面哈，它的 and 符号呢一定要加空白，然后 and 一个等号，好，所以这个可能 and 你要非常熟练哦，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会打错，J 乘上 I，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根据哦我们要的位置，所以 sales 的前面 IJ 是它的位置，然后丢什么东西的话呢，就是刚刚这一串，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基本上哦，它输出结果呢，哎，也会是这个九九乘法表，OK 哈、哦，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记得好像前面有讲过，另外还有把那个没有讲过吗？有吧，哦，然后另外还有把这个改成那个 while when 回圈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啊，请各位就是再复习一下，就是这个部分。那再来的话呢，就后面好有那个几个练习题嘛，我是建议记得就是。像我们质数的判断，好，max CAI，像这个 max CAI，如果说今天哈在 Python 可以这样写，可是在 VBA 里面怎么写呢？哦，在 VBA 里面呢，你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字串，这一堆字串有一到十二月，好，那一到十二月我们是放在一个串列里面，哎，可是问题来了，那 VBA。要怎么放资料？哦，OK，比较简单。不过 VBA 有个优点，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放资料，所以基本上哦，你不需要一定要放串列啦，你放储存格里面也可以啊。好，所以第一个哈，第二个的话呢，在 VBA 里面怎么产生乱数？哎，在那个 Python 里面呢，它是 import 一个 random，然后那利用那个 random 里面一个方法叫 random range 产生。哎，那在 VBA 里面怎么产生乱数？那第三个当然输入这个没有问题，输入我们刚刚讲过哈，这是几月跳出来，好 OK，然后呢就让它去找找看到底对还是不对，跑一个无穷回圈，对的话呢就离开，不对继续回答。哎，那这个地方怎么？假如哈，如果以这一题来看哈，要怎么样把这个 Python 的程式换成到 VBA 里面做？OK，我想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哈。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这边哦，就要请自行撰写，意思说请你们自己想想看。不过可能会有一些盲点啊，就我刚刚讲那几个盲点，也许我讲一下，啊，各位试一下，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啊，如果这些你都会转换的话，那未来哈，管它这个东西是要放在 VBA 也好，管它是要放 Python，其实两边哈，我建议最好你两边都可以哦做得到，这样的话就左右逢源，啊，不然的话。你如果只会其中一种的话，哦，真的有时候遇到某个问题，你就没办法解决，哦。那另外有的时候真的在 Excel 里面哦，还真的比较方便一些，蛮多地方的。所以大部分呢，我觉得好像用 VBA 会简单一些，可是少部分哦，尤其在处理网络爬虫这一段，或者影像辨识，或者是说可能有比较稍微。功能需要强大一点的部分啊，Python 这一点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哦。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强项哦。那请各位也许想想看，把那个 Max CI 这一题哦，哎，再转一下，看怎么样转成 VBA 吧。啊，有一些题目可能我没讲到的，然后或许你也可以试着写写看哦。